跳我是能指导员。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机台就是 Leg Pulldown。那这个机台的肌肉的训练位置是阔背肌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一开始，我先示范给你看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们会先坐在这个坐垫上，然后脚呢会抵住这个正根杆。那正根杆是可以调整的，就是可以把这个插脚往外插，然后上下做调整。对，那再来呢，就是站起来，然后大概手比肩膀稍微再宽一点，好，把它抓下来，然后身体稍微往后倾，不要后倾太多，不然会用代偿的姿势做，就不会练到我们要的肌肉。然后就往下拉，好，往下拉的时候大概拉到锁骨跟下巴之间，然后肩胛骨做内夹的动作，这样才可以让就是训练到阔背肌。然后大家坐的时候，下拉的时候用力的时候吐气，然后放回去的时候吸气。对，好，那换你做一次。好，我们先调整这个步骤。好，可以吗？嗯。好。对，举肩。然后指导员的护卫的位置是在学员的正后方。下拉到锁骨，好，放回去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吸气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做的次数是8到12下。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教一下阔背肌的伸展。那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。先举起一只手，脚就张开，大概比肩带宽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往侧边倒。对啊，你可以往斜前，身体可以往斜前方，然后也可以在正侧方。对，然后会有一点腰的伸展跟阔背肌的伸展。那第二个动作是，就是借用这根柱子，然后抓着它，然后膝盖微弯。需要我们的后背肌。好，好，那伸展的原则就是让自己就是肌肉觉得紧紧的，但是不要到很痛，大概是15到30秒。